大家好，今天给大家聊一下游戏吧。今天聊个游戏什么呢？聊个《梦幻西游》这个游戏的那个月卡。《梦幻西游》这个游戏它是个点卡游戏，但是点卡游戏它同时它是个史上最神奇的游戏。就是它点卡游戏，它还卖道具。它那个点卡你不仅是要付游戏的在线时间，而且它里面还有什么卖那个。比如说这些东西都需要拿那个点卡，里面有一种就点卡兑换成仙羽，充值仙羽拿仙羽要买的，包括很多那个，包括它里面还有很多其他的东西，什么，你像这种东西，像能坐骑的乱七八糟的东西，然后还有一些人物的一些皮肤呀，乱七八糟的东西，都是要钱的。我现在今天主要讲一个什么呢？它的月卡。梦幻西游的月卡它是怎么介绍的呢？我们可以看一下啊。你看我这个号就买了一张月卡，你看它这个很坑的啊。你买了张月卡之后，它告诉你啊，什么600点点卡可以转换成月卡。你看它这个介绍其实就有一点诈骗的成分。你像我这个咱这没上过学啊，这聊不懂啊。看它告诉你啊，获得月卡你马上可以获得200点什么。就反正我管它什么仙域啊，10点灵气，3件密令，同时获得100小时的梦幻游戏时间，月卡赠送的什么仙域啊，什么类可获得啊，什么之类的。你看他这个介绍啊，月卡时间有效期为30天，但100小时的游戏时间有效期为360天。他这种介绍啊，总会让你感觉说，哎，这个100小时时间是送的，这个月卡30天时间啊。就是月卡是按常理说，好游戏月卡呢，月卡呢肯定就是我这一个月就是一直可以登录啊，但实际上并不是。他这个介绍写的就有点故意含糊其辞的问题。然后你他还说啊，尤其他是强调他这100小时的时间为360天，就意思说啊，你这个1年内这个100小时时间都可以用。但是呢，这个月卡的存在意义是什么呢？他这个实际上。你买了一张月卡，实际上也就是100小时的游戏时间，和你直接充值没有任何区别。唯一的区别就是多送200点仙域。实际上200点仙域，如果说大家是不买像乱七八糟的里面道具的话，它里面道具是没有属性加成的。大家不买道具的话没球用，因为如果说200点仙域你也买不了什么道具，200点仙域相当于20块钱大概，但是梦幻里面那些道具上东西20块钱你买个毛也买不了。反正我买了一张月卡之后，我就一直挂着，现在没上线。今天突然提示我余额不足，就是点卡不足，我研究了一下才发现，它这个并不是说你买了张点卡就可以一直在线了，你就100个小时，你10小时不下线，4天就没了，你这一个月其他时间就哭了，我就明显是被坑了，因为我一直以为它是可以一直用的，实际上它这是坑的。我买完之后我就发现我上当了。我这个号挂了好几天了，几天就没就提示什么没点了什么的，我就等于说我还要再充。所以说梦幻西游的月卡，你不要相信它是月卡，它实际上不是月卡，它就是一个600点的点卡，实际上就是一个600点的点卡。你不要相信它是什么月卡，它这里面的介绍感觉它坑了一批人，一大批人，很多人买完月卡之后都疯狂的在线，以为它是30天都可以在线，但是都会被坑掉。梦幻西游这么多玩家，每个玩家坑一次，也是坑不少。网易是最坑的。好了，今天这个视频就录到这吧。大家在玩梦幻的时候买月卡，千万要小心啊！你看我的月卡，实际上我的月卡提示我是什么呀？4月8号到5月8号，没有任何用啊，因为。已经到期了，那个游戏时间已经没了。这个月卡现在就是个摆设啊，那提示你这样提示我有什么用呢？你这个提示我到5月8号到期，那实际上有什么用呢？我又没有什么可以享受的了。我能在线吗？不能在线，在线照样扣我的点卡。所以说，网易这个，真是我就，算了，我录视频也不想骂人什么的，就这吧。大家。我很少录游戏视频的。大家如果喜欢，做网站的话，可以关注我，看一些网站方面技术的视频。